好，大家好，我是詹姆。那么这次要开的是《游戏王决斗包决斗五都市篇》，有游戏跟海马，但是其实复刻一大堆卡通怪兽。然后呢，产地是韩国。好啦，这次是韩国啦，判明了，我现在判明了，现在这个是韩国，那表示还一定还有日版的，耶、yeah! ！开盒。韩国纸质纸盒有点单薄，好了，15包，那我们还用2包来吧，省一点时间，我才上传的比较快一点，希望能开到异神龙了，异神龙的球球哇，铁骑士真的是大复刻包，哇，火箭战士，我一开就有了，骑士。鱼埋爽，风魔剑、嗯，我的天，我的教具没对到。这张不错啊。风魔剑、嗯，好屌，这样子。看一下此卡发动，我、嗯哦、不能对张卡片的发动来发动那个魔线怪兽效果，误杀对应，然后自己和对手战接的时候发动，然后此卡发动后，此回合互相不能用魔法卡跟陷阱卡的发动。暗黑魔族饥饿法恶魔时间魔术师皇后，哇，墓地道莲，早知道就把旧的普卡全部清一清啦、啊、哇，一致黑暗炼尸狂，我能说什么呢，令人怀念啊，好，令人怀念，这一盒都当年的牌耶、欸、当年抽的要死，抽不到东西，只能买套牌，全部都是套牌里面的卡片。哇，昆虫女王，快乐聊三姐妹，假面魔兽的假面，以前抽到这普卡抽不想要、啊，因为抽得到普卡，抽不到那个异世怪兽。看，左轮枪手，银质吉尔法恶魔，传说中的渔夫，魔法师裁决。人造人、电子机器人，哦，以前能够开到张妈真的神爆了，可是现在开好像没什么用。哇，卡通黑魔导女孩，帅帅帅，我觉得眼睛大小有点不太一样，累累的。好了，可以组卡通黑魔导女孩战队。哎，银质哎，靠，不好开，干，银质不好开啊。国王，哇！限时抽屉，这以前也抽不到啊！哇！万华镜，把万华镜给换！哇！卡姆路送，卡姆路，哇！巨人大灾害，哦，真红眼 ，P5的版本的图卡图，哦，新卡，差还好改效果，不然就超强。好了，这个等一下再看好了，银质。哇，配绿五已经开，已经开三了。多的，没有，还没整理。哇，龙之君主，昆虫女王，快乐三姐妹，哇，连张都有，我真的收心酸的。哦，这是新卡，魔道化，新卡银质，就新卡全部都银质，只有一张那个。只有一张是亮的，仪式考死！哇，巴斯达布雷达斩龙剑士，很多，很多东西，那还是啊，你要目的到脸啊，我很多，超多，世界多，真的。哇，卡龙青眼白龙，你只开到一张哎、欸，好少，不容敌，死病可以不要吗？你上次复刻过干嘛？这次要再复刻，还复刻银子？哇，双子妖精。送妖精哇！阿努比斯转化身了，陷阱怪兽，初代陷阱怪，威猛。可是我记得我好像也收满了，怎么办？一下就收满了。龙之郡主好多，鱼埋哦，异
神龙球体型。哇，等一下来看，等一下来看。哇，开到神啦！真强，开到神啦！哇，假面魔兽，超攻击力超高，3200的仪式怪兽，墓地到底有一张。哇，好爽！海上亮面，还三包。啊，海上亮面。哇，看到一神龙就够了。哎、欸，电子机器人，可以不要这样吗？电子机器人，黑暗念思考，法师裁决，手枪龙，最后一包没东西了。暗黑魔族祭业法恶魔，传说的一副卡通青眼白龙望华镜，哇，卡通青眼白龙帅，两张，两张，哇，那个好少哦。目录好少哦。其实万华镜也只有一两张而已啊，然后这个也好像只开到一张啊，仙人大战也开了一张而已。对，前蛮算是两张以上的。万华镜其实也还好，就都把我旧的卡片把它换掉而已啊。牌组里面的旧卡换掉，换成新卡。双子妖精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新卡，所以就哎，银质就开到这张新卡，然后其他都是旧的复刻，我看这样，两张新卡，哎、欸，那新卡差不多了吧？还有什么东西啊？前面五张，还有张陷阱卡，还有张陷阱，陷阱是什么？看不起来，好像还好，是吧？还好，哦，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好了，看不太清楚，好吧？这样的效果，哎、欸，第二个效果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了。然后此卡在场上存在的时候，自己通常召唤可以追加一次，就是自己在主阶段可以一次怪魔法使用组的怪兽一体表示攻击表示的升级召唤了。这样黑魔导嘛，好像也有点不太划算。然后此卡墓地中的场合发动，自己排队墓地的魔法使用组通常怪兽一体选择手牌加，要从场上送墓哦，所以其实还好了。四星怪，主要是四星魔法使用者。那这张第一这个效果一回只能使用一次，然后自己或是对手的站阶的时候发动，然后此卡特殊召唤，然后生命值回复1000，然后此卡解哎、欸、是解放了，自己场上表示的怪兽一起发动，表示攻击力在结束的时候上升攻击1000，此效果在对手回合可以发动，干掉了。好了，异神龙，秋体型，黑魔导女孩。哎、欸，那是卡通世界的目录。目录。哦，想说目录哎，像我那边有两张闪卡的。好啦，看一下异神龙球形态。哇、哦，金闪闪。这是有特殊版本吗？没有，就只有正卡而已。难怪会是韩国做的。啊，此卡不能特殊召唤，然后此卡通常召唤场合只能用，然后是用自己场上的怪兽三体解放自己场上召唤，或是用对方场上的怪兽三体解放在对手场上召唤。然后召唤的控制权在下一个回合结束的时候会回到持有组，然后此卡攻击不行，对手攻击效也不会成为对手的攻击效果对象。然后此卡解放发动，手牌排堆异神龙一体，召唤条件无视，攻击手背力变4000，特殊召唤。啊，隔壁也开到一张异神龙，好爽。其实以前电子机器人是超级想要的。以前的时代，电子机身的话，真的是一出来就是定场，定到对手死为止，因为它效果很强。那时候又没有神宣，又没有神经，有落血，有落血，就落血，奈落还是比较后面才出。哎，好，风魔戒指刚刚念过了，好啦，那就开这样子啦。好啦，9分钟、10分钟差不多，等一下再来开中文版。太好，正尾黑龙 P5 版本其实还蛮帅的啦，这个卡的我蛮喜欢的。这 P5 应该最好的还是全钻的，最好看。好，那这次的 DP16 决斗都市篇就开完了。好了，开到神，不错，好开心。OK， 好，因为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好了，20周年纪念。这个是没上次那么特别了，卡包也还好，也没有说
像上次那一包那么特别，里面也是韩国制的、哦。OK， 好了，那 TP16 我们就开完了。好，那我们就来准备开下一个影片。OK， 谢谢大家，拜拜。